寿山动物园新动物园运动，我们是以提升动物福祉为首要目标，为改善动物宿舍及栖地环境，是否积极引入外部资源来降低饲库的负担？那我们在新动物园运动的善款用在动物身上，那并非只有100多万。这次寿山动物园新动物园运动收到的民间捐助款项逾2亿多元，均用于指定用途。将相关的经费用来改善动物圈养环境或展场更新，那相关的办法也都依据市府在102年所订定的高雄市寿山动物园动物认养办法的规定相关来办理。那这依这办法的话，我们有设置专户来存管，并以代收代付的方式来办理，相关经费的收支情形均依政府相关采购法规来办理。那也会将定期的将收支情形公布在寿山动物园网站，欢迎捐款人及市民朋友共同来阅览监督。那这次新动物园运动，我们完成了动物园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善工程，开园迄今已累计30多万人次的参观，并获得好评。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来自社会各界对寿山动物园的关心与捐助。那未来动物园也会持续来朝改善动物福祉的方向来努力。